正啊，都是豬腸和豬粉腸是吧？是啊，剪一寸牛鸡先。呢个咩话？牛鸡啊，牛鸡系咩嚟噶？牛奶牛舌哦。牛鸡要听唔明我哋。牛奶啊，呢个水土。一啲照我哋自己调嘅。你自己调噶，叻女啊。嗯。仲得噶啦。大家好啊，五一假期要嚟啦，为咗满足既可以牛杂回归又可以痛快咁食烧鹅，今个假期我哋选择再战东莞，继续将啲优秀嘅牛杂烧鹅选手带俾大家，事不宜迟 ，Let's go。依然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我们现在来到东莞的人民公园科学馆，还有那个是什么科学馆博物馆，那还有个图书馆，反正就来到这一边的附近。直接入主题，最近大家吹牛杂系列就吹了很久了，都是那句牛杂可能会迟到，但是永远不会缺席。今天我们要翻牌的这一档牛杂选手呢，听闻是极具争议的一家牛杂，很多人说它又贵，然后阿姨态度又不好，现在的味道对比以前来讲又差了很多。今天作为我们这个牛杂队队长，我们去考察一下，就在我们斜对面。哇，好多人啊，你看，虽然很有争议，但依然是不减人气啊。到了，正宗质量牛杂糖水，真是久违的牛杂香。到了，我们先看一下那边有什么吃的。麻辣烫，我这里吃，这里应该是吃炸的，它一直到里面的哦。那是质量啊，但这是炸货，这里一条街都给它垄断了，还是有点实力啊。嗯，排队，好香啊，这个。难嘛，就是应该是。我要呢个肠嚟噶系嘛？猪大肠、猪粉肠，即刻攞两钱先。系啦，系啦，粉肠、粉肠、大肠都各两钱咧。跟住有冇牛磅啊？有啊。牛磅两寸，牛磅两寸，哇咁大粒嘅三寸啦，三寸，牛肠咧，牛肠都两寸啦，系啦，牛皇后啊，皇后又嚟啦，你安排啦，你唔叻就睇下仲有咩未攞嘅，一两咁前头，牛只两寸，只要牛只啦，呢个系咩嚟？两寸得啦，仲有咩？牛肉丸咯，牛丸一寸得啦，面筋咧，面筋一份，一份系啦，呢个有咩嚟啊？牛排要一份啦，要一份，不如好份啦，靓晒，先这样吧，好像点评评。青菜要唔要？要啦，唔食菜又话屙唔到屎啦。跟住接咩啊？正啊，呢个系猪肠同埋猪粉肠系嘛？系啊，摊住招牌。剪一寸牛鸡先。呢个咩话？牛鸡系咩嚟噶？牛奶牛舌哦。牛鸡要听唔明我哋。牛奶啊，东莞话。好，水土，唔使拆串，我哋直接成支串嚟啦。好，唔该你啊，我哋仲整两碗糖水先。咩糖水啊？有咩糖水啊？你介绍下。你要食热定食冻？我要食冻嘅。冻嘅有川贝雪梨。喉咙痛靓，我攞个川贝雪梨。雪梨糖水。两碗。嘈住阿姨计数先。计少啲，你帮我调个靓啲嘅酱喎。得啦，靓啦，系啦。酱我哋自己调嘅。你自己调噶，叻女啊！仲都还没醒我哋啊？磅都没出来。你睇下牛磅几辛苦？哇，好多啊！185。得。加两个糖水未计，14蚊。糖水14蚊未计啊！招咗你吧，一个个是有点贵哦。咁一坐低，先俾大家睇下呢度嘅环境先。桶头一直。摆到好美，还是有点实力哦，一整个铺位都拿下来了。老开佢，睇下今日呢个接近200蚊嘅牛杂全餐，究竟佢凭咩咁贵？呢度就可以讲听得上系大大粒嘅牛磅啦，山川牛蒡，牛筋又有牛肺又有牛肠嘅，佢哋就叫牛杂。呢个牛咩啊？泰朝美派牛杂都不知道是什么。萝卜牛肠，佢都好多粒喎，7粒牛肠，呢一盘大盘啲。金钱肚，呢一个又系牛肚喎，牛肉丸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挺好吃的，一看它颜色应该就很符合我们口味的。这个猪粉肠，对啦，这个是。猪大肠，熬哀呀，熬哀的，知不知系咩啊？熬累呀，差不多了，7七8八了，剩下的就是面筋、山菜、虾爪粉、毛肚。这天气还是要有一个雪梨银耳、雪梨银耳、黄菜。下一个环节就酱料来。OK， 再敬大家五一快乐。舒服，好多人了，小声点声的，吃鬼。他这个真的是蛮想念牛蒡小姐好久了。猪粉肠，猪粉肠是好吃的，我来个混酱。OK， 呢一啖送俾屏幕前面嘅你哋。猪大肠，这个好看，这个角度好看。好怀疑。
唉，今日嘅呢个光谱行动咧就勉勉强强啦，介乎于成功与唔成功之间啦。直接点评一下咯。MVP 就系猪大肠同埋猪粉肠。呢度嘅牛杂啊，唔系嗰种我哋平时一直炆煮嘅嗰种牛杂，冇咗嗰种牛杂汤底嘅香味。总结嚟讲就系合格咯，味道是及格的。价格的话，走，我们走开说。一影先，食完啦，几个人？两个人咯，好好劲唔劲先？梗系劲啦，生晒仔唔食得食几多啊？专门广州跑过嚟食噶，系啊，好似你广州有一档又好靓噶喎，何止一档啊，几多档啊？好啦，翻广州，拜拜，下次又嚟啊 ，OK 冇问题，都管下我哋得噶啦，咁你下次要剪多两寸俾我，你快啲得啦，嗱，你又剪得我，嗱，应承送两寸俾我噶 ，OK， 应承我噶，应承我噶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嚟到呢度，牛杂队队长今日嚟写报告啦。今日呢一餐埋单，最后系185加14块的糖水，199就系偏贵噶啦。佢每一寸嘅份量都系好多粒，同埋剪得好大粒。但系我觉得你都系好应该嘅，每一寸嘅价格咧都系5到8蚊嘅呢个区间。咁至于味道，大家话不及以前嘅话咧，我今日食嘅呢个味道咧，都依然系会相信系的确系会往下走了一点点啦。它应该就是以前曾经辉煌过的那种角色，普普通通正常咯，就是路过过来搞两。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，不过你们要看清楚怎么点咯，注意分量啊，分量确实多。阿姨的态度对于我来讲啦，没 feel 咯，不会觉得话态度不好。同佢倾咗几句，我可以 feel 到阿姨应该是那些比较自信啊，通俗啲嗰句就是比较鸠屎咯，可能容易造成大家觉得佢态度不好。我觉得呢个都是见仁见智嘅。找个位置结束，这里。今日嘅东莞第一站牛杂系列分享先到呢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